一起参与2021屏东三大日音乐节，请留意一下屏东县政府和三立电视的贴心提醒。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定，晚会现场人潮众多，请您务必全程佩戴口罩。晚会现场全程禁止饮食，经劝导不听者将予以裁罚。感谢您的配合，让我们一起打造一个安全的春天音乐盛典。晚会进行中，假如您身体不适、亲友失联或者物品遗失，请您就最近的医护站或到仁爱路上联合服务帐篷区寻求工作人员的协助。建议您与亲友约定，如果不慎与亲友走失了，最佳会面点为面对舞台右手边的大会服务台前，请您事先约定，以节省寻人时间。若您发现身边有民众身体不适，也请您发挥爱心，立刻挥手大声呼叫工作人员，并尽量让出运送病患的最大空间，让工作人员能顺利将病患送达救护站。若您所站位置靠近晚会的摄影高台、摄影手臂、电视墙、拍照区、护城河、发电机以及大型帐篷等硬体设备，千万不要攀爬或者摇晃触碰相关设施，以免发生危险影响晚会进行。也提醒您要特意留意地面上的电线及安全维护等相关设备，小心不要推挤碰撞，也请您随时留意紧急逃生方向。晚会进行中，严禁使用各式粉末类物品、波波球、雷射笔、发射高空信号弹或向空中丢掷酒瓶、荧光棒等危险物品，同时禁止携带任何形式的气球入场，这都是违法行为。警察单位在全场都有全程录影搜证，提醒您不要触法。为了共同维护美丽的屏东，请您在晚会结束后体恤清洁人员辛劳，随手带走身边的垃圾，请勿任意丢弃，让我们展现公民最高水准。2021屏东三大日音乐节即将登场，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念了这么长一段，也给主持人一个热情的尖叫声。Hello， 所有频道朋友，你们的声音在哪里？我们大概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要登场我们今天的演唱会了。哎，我们在这边开场，所以你们要特别热情哦，好不好？可以吗？你们来看谁？哎呦，都有，好，你们乖，好。然后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因为今天人数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要提醒各位哦，这个全程帮我们佩戴口罩，然后场内是不可以吃东西，但是你可以喝水补充水分，然后我们是不可以使用野餐垫的哦，因为今天人真的很多，所以我们请大家野餐垫帮我们收起来。那如果您可以往前站的话，就请您可以稍微往前站一点点哦。好，然后我们今天要媲美跨年的感觉，就是待会7点准时就会开始我们的演唱会，然后啊，我们要一起倒数5秒，然后因为安安县长都说屏东是最热情的，所以我希望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直播平台，所以全台的朋友都看得到你们哦。啊，有尖叫声的，对，就是要这样 ，OK。待会就是要这么的热情，好不好？然后记得要跟我倒数5秒哦，可以吗？可以哈、哦。好，我们最后30秒时间要来进到现场了。您的加油棒把它举高，还有你的口罩把它戴好，准备喽。10秒了，快点喽！哎，要很大声的倒数哦。5、4、3、2、1。尖叫声在哪里？2021屏东三大日音乐节第三天的声音给我。Hello， 全台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龟杨成军。今天第三天，我们来到了摇滚热血之夜，在我们背后有非常多朋友都已经蓄势待发，在我们今天好的热血摇滚一下，你们的加油棒在哪里啊？
好，那我们第一天呢，有我们的经典的那年代的 K 歌金曲哦。第二天，我们的文青天王天后。第三天要登场的有非常多的天团，还有我们的铁小天王都在现场，要来陪伴大家。有人来看好乐团的吗？哦，那我问一下，有没有人很喜欢告五人的？那有没有 Colorful？ 有没有龙金硕的粉丝啊？OK， 那有没有天团灭火器的粉丝在哪里？好的，总之我们现场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哦，当然不能来的朋友，你可以透过以下的所有的直播平台，包括 MTV 台，还有 MOD 的 MTV 综合台、三立综合台，以及 Vido 跟 Vido YouTube 频道，还有三立新闻网，以及三立的脸书粉丝团，还有 Live Today 都有全程的直播。话不多说，今天热血开场，第一组我们要来邀请到的是皓月团。我是个沮丧，谁让谁失望。